跟主播吃的烧肉好好吃，十楼十楼没有，那是慕容妈妈烤的好吃，谢谢妈妈。可是已读没回，因为我们在开吃了，开吃之后我就没在滑手机了，我就开始讲一些屁话，像是魔术。慕容妈妈魔术给几分？100分吧，0.1，烂死了，还好吧？这样，不然你们我要在直播做这个，我觉得在直播做这个很烂的。我觉得现场做比较好玩，但是在直播做这个魔术有点烂。真的很烂吗？还好吧。好好好，我给大家表演这个魔术。来，大家先在脑中想一个数字，想哪一个都可以，我猜得出来。你开心就好。好，我写了，我写你们脑中想这个数字了。来喽，猜得到，我猜得到。你们想的数字是不是72？不是，看我手机掉了这种，怎样？对啊，对吧？是啊，什么超烂？还好吧？啊，你知道如果是怎么办？是，把这边遮起来。是，我应该庆幸我没有去吃烧肉吗？你们要求很多哎，我看起来像是会这样吗？我看起来是会做这种魔术的吗？不会啊，真的是0.1分的价值，还好吧？这让我想起以前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旧的 GIF， 就是那个魔术嘛。你看喽，这是一张卫生纸，塞进去对不对？塞好，塞好，塞满，再抽离对不对？这个比较有点难。半斤八两，好不好？乐乐安安，乐乐安安，乐乐想不想？乐乐想不想看我变魔术？快逃啊！算了，不要好了，丢脸，丢脸，快逃！乐乐，你先去忙，不要浪费在这个人身上。我要把你 ban 掉，后集我要把你永 ban。主播还有新花样吗？我刚刚已经变了2个，然后你还要问我有没有第三个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大家看喽，现在我手上有一个牙线盒，对不对？那牙线盒没有被动过任何的手脚，它现在在我手上。接下来仔细看好，我吹一下，它就会消失。然后当我再吹一下的时候，它就会回来。Magic。OK 吧，好你妈个头啊！我把它变出去再变回来啊，很厉害吧？不是干你们到底是觉得我是魔术师还是怎样？你们都问我做干东西啊，我当然是做一个最干的给你们看啊。有再干一点的吗？天哪，你在考验我？不是，这些都是我在抖音上看到的。别发呆，你们在考验我的记忆力，然后有那种有动作张力的，那才看起来比较厉害，像是这种，我们这个叫做借火。来看这边有一只打火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从火把这边借过来。7，厉害吧？这是一个没有动过手脚的打火机，我连打火石都没有用。这干这个你们就可以接受，这个你们就可以接受，是不是？我不接受，我不懂你们的标准。觉得这个跟这个，觉得那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笑。三小，关前再一个魔术啊。那我接下来来表演这